罗马西亚人不冷不热，我还没去过艾欧尼亚，看起来还行。哎呀，反正看，但我们对线少两个技能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想一想。我不喜欢警告。 只要你有本事，不需要什么运气。回了吗？真回了，这么能忍啊，这卡莎！他真回的，我没想到，感觉有点能忍。 干嘛？打字吗？只能说他们卡莎很稳吧，但他们卡莎这样子玩，稳是稳的啦，但是他这样很亏。但我前面打对线对的好吧，我多一把长剑，然后二级的处理得很好，这样被我压很正常。那个洛只要抬上来被我一堵了，他们就是这样就爆了。 那如果就不能抬，他就是说他抬要捏得死一点，让我给一种这样我就没有那么过分。他抬焦了我可以很过分。对啊，就这个二级的拉扯得非常漂亮啊。 就你细细品味，可以感觉到我这波拉扯非常的漂亮，直接把对面下路两个人都打成半血。一拉一扯，奇迹行者啊！一拉一扯，直接野狙。 还是这样，这种线我就往前一站，哎，我什么都不干，我就往前一站，他就很难受，OK， 很肿哦，赶过来补刀。还行，这洛血量已经很低了。我等下个 E， 我刷点被动，等下个 E 我要搞他了。结束。一拉一扯，奇迹行者，好吧。 那就一拉一扯就是奇迹行者，我操这么帅，那没办法，那这个挺难受的。
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反正 EZ 是不怕洛的，就主要是洛不算进攻型的辅助，所以 EZ 没那么怕洛，卡莎对线也不强，所以 EZ 加猫咪这组合打对面就还好。你要选他们如果对面选的强一点，那就选个滑板鞋瑞尔、滑板鞋泰坦什么的，这种进攻压力就进攻性很强的英雄就没有那么舒服了。这个对线选出来就是让我爽的。打对面打野，六级之前也不好抓下，然后我不主动交易他不好抓我。这要做这眼不做有点危险啊，但是那我给一脸了呀。对啊，他只要他们上单漏了，我就可以这样子了，就可以很狂。哎，这 Q 两个人都没中啊，我操！哇，好像有点厉害，我以为至少能中一个，结果两个人都没中。三项出完神清气爽，我巨很懂啊，三项出完巨懂。大家小心啊，对面现在有开武的能力的，落六级，而且他有闪现的，就他现在是有开武的能力的，叫上打野来抓一波我会死的。所以要小心的啊，不能像之前那样玩的就巨大胆，现在要小心丢丢。我主要是看到 TP 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 TP 的，是不是上路塔不要了？这样搞我一波，挺爽的。别打字，别内讧。别，哎，算了，不想，我不说，应该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闭着眼睛也能射中。
哎，好走位。别追啊，不准追。下打人推了，他们下路要回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真玩不了。这他妈下路五个人的。这么变态的。还在推这三，有这么难玩吗？这么难玩？他们石头人开始搞游走了呀，开始反馈队友了。对，他这个还挺变态的，这波 gank 非常的漂亮。哎，这把不好活啊，石头人卡莎，我只要吃一个控制卡莎就能跟，就吃一个控啊，卡莎就跟进来搞我了，就绝对秒我，把我这些汤汤都剁掉了。也有往下走，那这样子其实我没那么好压他筑城了，慢慢打了，我不压他筑城了，就把河道给占住。这样团战好像不好打呀。我能不能吃点肚子呢？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。对啊，给哥们点反馈吧。啊，有反馈了。不会中二塔没了吧？真没了，中二塔，中二塔没了，真的。
回回回回，两件套。你们该不该来打一下团呢？三人还要带线吗？他吃了好多经济了，应该反馈一下队友了。主要他没出破剑者啊，他没出破剑者，那就打团了呀。这又不是单带的装备，要么就是他单带能吸引到两到三个人，能吸引到三个人的队友能脱身。想一想啊，他们中野的等级很高啊，硬冲我会死的。对，中野这个等级这个装备硬冲我绝对死。妈的，真不敢去啊！哎，左右开弓了，操！老子伤害这么低啊，左右开弓打不死人。哇，伤害但凡高点，两个都得给我死。我真是左右开弓打的这波。老子，我这三项加魔切，这伤害不够啊！没想到，最大化力用输出了，但是一个都没死就好尬呀！哎，听看没？真有点难受啊，对，这已经非常利用输出了，左右开弓，啊，结果一个都没死，小难受吧，就是算是我的独门秘技啊，左右开弓。对，这真算是我的一个小独门秘技，我经常打这种操作的，有点可惜啊。三级的技到三人哥先顶就行了。三人的装备就是能顶。对啊，赛恩他们中野这种双刺客，这种大前排坦克，他妈真的很肿。这种中野双刺客，然后上单还是石头人，这阵容谁能打赛把赛恩打死啊？只有卡莎，卡莎现在这两件装备又打不死这赛恩，赛恩现在就游泳啊。对，真的是游泳。
哎，贪心了。哎，他卡莎位大死的，有点贪心了。好的，我他妈出冰心了，好吧，中野双刺客，我出冰心没问题的。我等级太低，哎，他们中野都是次级两条兄弟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他装备有点好了。三阳哥，靠你了！三阳哥，靠你了！三阳哥，顶一下啊！非常麻烦你顶一下。精神领域里，我的眼神最好。打架呀，打我们打的不快。好，一波大节奏，有眼这个位置，撞了目标是我。哎，再中也不能一打五啊。好了呀，这波大龙掉了，别回去守他。猜不了，猜就死了，不要猜 ，OK， 没事。我以为会没闪出来，我真没想到会撞我，你知道吗？以为这草没视野，但实际上是有视野的。大节奏，活不下来呀，等级很低了。要是我不知道真相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？卡莎装备也起来了，卡莎。
现在团就不好打呀、嗯。我们伤害爆发伤害没对面高，他们中野伤害太快了。对面的中野伤害很快很快，六250刀的加纳，就这波一波大龙打输的。哎，活不下来呀、啊。把输出打不出来就没了。直接结束战斗。想一想，打一会有没有机会呢？对面装备有点饱和了，对面的装备。对面哎呀，还想 K 他这个河蟹的，没 K 过。两个人发育太超前了，两个人等级都很高，等级高太重了。他们 AD 等级也比我高两级。感觉再拖个10分钟有的打，再拖10分钟，大家等级差不多，装备差不多，还有的打，刚好是两条小龙的，应该，但对面应该不会给我们拖这么久，而且拖到后面，我没对面卡塔有问题。你说看看这石头人给愿不愿意给机会，石头人给机会去不了，他们中线要带过来，去不了了，去就死了。哎，闪不出来，被推掉了。Double kill。哎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。下把加油啊！OK， 那下把加油。